Boogie down, you took a boogie down, you took low. Boogie down, you took a boogie down, you took low. Boogie down, you took a boogie down, you took low. Boogie down, you took a boogie down, you took low.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把全曲这个爵士编曲向各位做全部的介绍哈，还是一首经典的爵士编曲 Jazz Arrangement。 那么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这个1970年 Berkeley 音乐学院的Mr. Ted Peast 他编的1970年伯克利音乐学院编曲作曲系的系主任 Mr. Ted Peast 他编的，他的原名是这个 Jazz Rock Theory， 爵士摇滚的理论，爵士摇滚的理论，你再上网去查查，伯克利应该还有，这是伯克利出版的不过是1970年的如果查不到的话，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黑山音乐教材，音乐教材一百科里面的四部曲例在我们二期教材交流教材二期教材里面全部都有。好了，我们今天向各位介绍这个整个的全曲。好了，我们来看看全曲的编写When the Single Marching 就是曲名 Jazz Version 爵士的版本它另外还有一个摇滚的版本好吧，小号跟 Auto Saxophone 主题当当滴滴答答等。